成日玩上 BF 都見到一個 CHB 機嘅零售，叫人叫日本人嚟，唔會台灣，台灣唔會卅幾分鐘少。
睇到單新聞就話，我網大學生會星期五嘅凌晨一點鐘咪道歉嘅，就關於用呢個評議會嘅名義咧，去悼念嗰個唔係瑞士檢案嗰個梁天輝啊。但係真諗，就算你幾成日道歉都冇乜用，都唔覺得你有誠意。好大機會咧，佢係見到好多人出嚟譴責，覺得自己好冇面，所以先會走出嚟動員。要咁多事咧，冇乜用嘅，到依家。好似你話咩示威反修例裏邊咧，咩警察扮示威者破壞，心諗我係冇信你喎。仲雖然咧。有一個畫面記得港鐵科學作運動裏面呢，有個人被人訪問，然後被忽然之間有個人撐，說沒人撐你過我，後來個個都像捉手機一樣。就說我們撐你阻，那你阻住個車門，等於阻曬整車人，整車人你覺得嗰白啲人會同你坐一個立場，基本上真係基本上每一日極多嘢喺度變化，而軍裝每日都喺蘇寶度駐所。但我想想你基本上白花的那個叫什麼呢，咒罵的數量都比較多，沒有花。但是想想不如你想不想即是不可以講悼念的。喂，難道你殺了人，假設美國的恐怖襲擊頭人物，你知邊個啊？拉登啊！佢殺咗又殺得好多人，佢死咗，跟住個個真係悼念，可以話你根本就慘過主。但係冇計咧，香港啲全部都係冇，全部都係老得慘，即係個個係唔正常。又話上香港好，跟住後屘又慘呢啲嘢。試問一下，邊有一個人會專登去買一個目標殺完之後即刻自殺嘅？好明顯咁樣係逃避責任。再一句，香港真係乜嘢都～
就你傻傻地個阿叔嚟嘅，成日見到我就話跟蹤佢，佢又肥，即係好識點溝，但係佢都見咧，我都兩個樣，再見到佢，喂，真係點溝，大大聲講點解唔錯閪嘅。Camper 153咧，好似冇動靜。之前買嗰個咩超人，咩超人勁咩戰地，唔知幾勁嘅咧。外設，佢跟住後屘既然成釘喺度炒啦，但係基本上就算佢啲人炒都冇乜反應。佢哋叫下水，真係叫下水。仲計啲錢，我記得十月幾嗰時都見過佢，我背上嗰陣，佢咩叫咩咩 Jones 嗰度。有咩改咩嘅模式外观？第一条片咪话咩 Cheetah vs Cheetah 史诗对决嘅，我冇有 version， 两边都有 HACK 战队，今日喺度讲话，虽然我哋都系 HACK 战队，但我哋系唔同，我哋系唔战队啊，我哋唔识佢哋啊，边个唔识噶？好明显冇可能所有 head 嘅都执埋一边，即系拣啲嗰只咧改个双排。冇可能，所以話嗰陣聽係一個好出名嘅台灣戰隊。之前 BFF 嗰陣時有個高級版試玩嘅，有一個人叫咩 Hack Force 13，一次試機台灣，一定台灣見過嘅，佢哋好大聲話台灣第一。即係都話台灣同中國有一兩樣勁多選手，我知啊，中國啊，定台灣都有。Camp 153唯一最好嘅 sample， 我話俾你聽，即係上 Camp 153我已經買咗中極版啦，見你贏42，我唔知道會見到，我真係好想見到，不過我都唔想見到你。有時咪見到我咪睇下有一啲咁樣，即係揾雙排同我一齊玩，不過佢玩嘥氣。但係現時好似可以落市佢，雖然可以128蚊，但係都可以落市嘅，即係揀啲咁樣嘅。如果128個人嘅 block， 你亦都有落市嗰個 block， 即係好似呢個 BM2 咁樣，可以。可以48個人可以落，可以叫佢可以24個人投訴。買咗翻嚟，等到10月15日先至可以下咗。依家只不過買咗翻嚟嘅預購啫。預購對於中極版嚟講好多著數，但係標準版係冇乜著數。只不過係可以搶先體驗 beta， 而且佢就係送嗰啲試試嘢俾你，冇嗰啲咩第一通行證翻冇嘅，乜都冇嘅。係買都係買中極版，你買標準版、黃金版係好輸係送。但係有個 friend， 但我依場有個 friend 竟然買標準版。我記得我 BF 五咧，豪華版係親姐幫我買嘅成，但係我記得決定版係勁過豪華版。決定版係送曬以往嘅嘢俾你，但豪華版只不過可以玩其他地圖啫。
即係 D 加，唔係咩關於宣誓案，好多個民主派嘅區議員已經踢跑，即係佢啲區議員咧，過咗尾區議會選舉，一計嗰時係話民主派嗰啲人揸嚟嘅，不過後尾因為有一啲因為講白唔知咩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全部踢跑。即係相當以往都係個立法會都有民主派啊，但係今但係佢又冇，但係我覺得民主派真係揀呢個反對派啊，基本上佢哋好鬼中意咧喺個議會度講咩，我哋為邊個道歉，跟住又講咁快訴求。嗰班人自己死咗，自己嘅屎都，啲木鬼攞出嚟講。